大伙儿都在看《上海滩》呢，你别这把大伙儿弄回去，万一不下雨，你负得了责任吗？你对呀、啊，这不成胡说八道吗？我这好心好意的提醒你，你还让我负责任，我能负得了这个责任吗？八姐，这大月亮的这么亮，哪儿来的雨啊？反正我已经提醒了，天心，天心，真是！我本将心照明月，奈何明月照大曲。回家照大曲去。外面有什么不对，我要他陪葬。好，照大曲，照大曲。哎，不看我这事啊！哎，哎，万钱，万钱，你看，有会儿吧。这咋？俺们看。不会真下雨吧？不会。这月明星稀的，哪能下雨？那个，待会儿看，待会儿看啊。那个万贤呀，刚才来说最近好像有雨啊，不管下不下，咱们都得重视起来。咱们村这麦子好不容易丰收了，都在长院上晒着呢，可不敢有损失。这今天好像不一定能下了，明天呀，咱们大伙儿都好好看看这个天气预报啊。先看电视，先看电视。咋？你也想看电视啊？好吃好喝的伺候你，你还事儿多了。哎，来看你啊，我宋老三一个样，嘴馋。师傅，师傅，来来。说你，人家都在那看电视呢，你说你陪我看会儿电视能怎么地？哎，何正弟，你这弄啥呀？盐的湿度这么大，肯定这雨不小，而且很快就要来了。啊，赶紧收麦子吧。大弟啊，你确定啊？我当然确定了，这是文化的力量。那可是咱那麦子刚从地里收回来，这还没打出来呢，怎么收啊？你就是没打出来也得收，你赶紧拿绳，它大雨马上就来了。走。快！越是车比牛跑得快。哎呀，这首歌太好听了。行了，你看人都跟咱们再见了，咱们也再见吧。来，回吧，老三。哎呦，不行，我干不动了，干不动了。哎，我也不行了。这就不是我文化人干的活啊。哎，大爹啊，嗯，你受累了啊。水不用。哎呀，俺要是能干得了啊，俺都不让你插手。嗯，不过万贤啊，这要是万一不下雨，咱东屋那满满一屋子，再加上这些，俺一个人也搬不出去啊。肯定会下雨，你就相信我吧。啊，跟着我你就享福啊！就是可怜村里这帮人了，咱们好心好意过去跟他说啊，人还不信。
装麦子那些麻袋弄好没？哎，早备好了。你说，俺一想，这天天能过上吃馍的日子了，就睡不着。你说啊，这麦子磨面、做馍、吃馍、剁馅儿、包饺子、吃饺子，天天吃饺子，这日子得多美！想想都挺美，你馋不？等咱交了公粮，留一些口粮，其余的麦子咱全卖了。还了钱之后，咱就给两个孩子买新书包、新文具盒、新书、新本，再给两个孩子换两套新衣服穿。添点新衣服了，这回先给你买。你也买。嗯，别管，有穿的就行了。都买，日子好了，咱有钱了，咱全家都换新衣服穿。挺美。来，睡吧。哎呀。
下雨了。坏了，麦子，快，刘根，你赶紧找东西，把咱们家麦子全都罩上啊！快点。哦，你干啥去？俺得去通知大伙儿啊！啊，刘根，在家看着弟弟，不许出门啊！Thank you.
俺是村支书，这责任在俺。不过，咱得振奋起来，还得往后看，咱还得好好过日子，对不对？对对。所以摆在眼下最困难的事情，就是过年。咱大伙都得想想办法，这年咱咋过？这个，我认为呢，咱们候牛的父老乡亲应该是兵分三路，当然村干部最好别参加，以免犯错误。由我呢，总体的统筹和安排。干啥？各家各户把那个棍儿擦得亮亮的。两个字，要饭。别让你的嘴说啥来着？这是实际情况，你问问大伙的意见，行不行？说啥来着？行啊，行啊，到住口！只要有党支部在，只要有村委会在，这两个字儿，这辈子都别想。你看看，穷死都别想。哎，我是刘宝印。哎，中！中中中！啊！谁给他电话？政府给咱送救济粮来了。哎呀！吃了！我也要吃了！中了，鼓掌吧！哎呀！好看吧？好看。嗯，那件衣服啊，是妈年轻时候买的。待会儿啊，妈就把它改出来给红英穿，好不？好。嗯，你给我改了，你不就没有了吗？妈有啊，这儿呢。来试试，还真不错。妈得给你改出来，让我们红英啊穿上新衣服过年。像模像样的过年，高不高兴？高兴。好，脱下来。啊，妈，我呢？我又没有新衣服。哟，儿子当然也有新衣服穿啦。来，妈先量量小胳膊。小胳膊，这么长喽。妈，这衣服破了，你看有两个大洞。妈当然看见啦，你看，这衣服啊这么长呢。妈妈给秉恒改的时候，妈就拿剪刀，一剪子就给他剪掉了。剩下这衣服，秉恒穿正合适。你高不高兴？高兴。好，你们俩赶紧写作业，妈这就给你们改衣服，改好了叫你们试试啊。好。Thank you.
红梅啊，红梅。哎，哎，咋了？咋了，二大爹？把火柴给我拿来。这不搁这儿呢吗？哦，好好好。咋？今天怎么了？这从来不做饭的，想试试手艺啊？我试什么手艺啊？我呢，找了两块石头，这个先用火把它烧热，晚上睡觉啊，抱着石头睡不冷。这能行吗？肯定行啊！你这不读书不看报，什么事儿都不知道。热乎着呢，走，走吧。哎，等会儿，要是光烧石头不浪费柴火吗？干脆在锅里加上水，煮点东西，明天吃。也中，那我去拿两块地瓜给烀上。好。就剩红薯了，到别人家去吧。是我，我是朱浮云。浮云，你到这儿来干啥？你先开开门，哥。哎呀，浮云，你这是咋了？哎呀，快起来，来来来，进屋说。哎呀，我的妈！慢点。到底是咋了？啊！说话呀！后天他喝多了，刘涛，家里也没有吃的了。我不吃倒是没事，可是我现在怀孕了。肚子里的不能不吃啊！我想回娘家，可是我实在是走不动了。望天大哥，我能在这儿借住一晚吗？明天天一亮我就走。拿，在这儿住。这儿不行啊，浮云，你在我这儿住不中啊。望天大哥，我知道我在你这儿住不好，可是我跟村里人也不熟，也说不上话。妹子是实在没办法，只能来求你了，望天大哥，你要是不帮妹子这一把，妹子可能……浮云，我下这儿。
等等，你有事儿啊？朵儿，这让我咋说呀？这有啥不能说的？什么事儿啊？哎呀，朵儿，你还是跟我走吧，要不然真出大事了。出什么大事了？说呀。你跟我走吧，真出大事了，走吧，走吧。哎呀，这节骨子。浮云，浮云，你醒醒！浮云，桃花来了，你醒醒！坏了，你赶紧去找徐大夫啊！还有后田、宝燕都叫回来。好了，快点！哎，浮云，浮云。刘后田儿，我起来！我咋了？你还是个男人吗？啊，在外边赌博打女人，你还是后牛的人吗？咋了，宝英哥？我告诉你，俺今天要不是村主任，俺打折你的腿！跟我走，我去干啥去？没啥大事儿，她怀孕了，这连弄带饿的。哎，桐花，赶紧给她蒸碗热粥，喝下去，缓一缓就好了。啊，知道了，谢谢啊，徐大夫。那没事儿，我先过去。哎，徐大夫，我送送你，我送送他。走啊，徐大夫。走，徐大夫，走。行，桐花，粥好了，甜的。站这儿，站好了！你看看成什么样了！你别怕他。我告诉你，后天，我今天把你交给通华支书，好好处理这小子。你还是个人吗？你就是后牛的牛屎、牛粪！我咋了？你再说，再让我收拾你，闭上嘴！通华，安排他交给你了，怎么处置你看着办。我告诉你，刘后天，今天这事儿你要解决不好，我见你一次，我打你一次。放心吧，我先去了。咋了？你过来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啊，我喝酒。再说，我是不知道。打成那样了，那脸都出血了，你还说不知道？我喝酒喝懵了，我真不知道。媳妇儿，这是我打的。桐花姐，这日子苦一点啊，穷一点啊，俺都。只要他跟我好好过日子，可家里这钱都让他给败光了。现在家里连口吃的都没有。他平时打我也就算了，我现在还怀着孩子，他还打我。你说这日子？说话呀，媳妇儿，我那都是喝完酒干的事儿啊。媳妇儿，我错了，中不中？你是知道的，我可心疼你了，是吧？不跟他过了，我要跟他离婚。同意，就跟他离，把户口本找出来，我这就给你们俩办。不能啊，花姐，我那是喝酒了。喝酒了以后发懵的事，那能算数吗？媳妇儿，你知道的，我是喜欢你的呀。你还记得吗？你曾经说过，你这辈子都不会跟我分开的。你说话得算数啊！你说话算数吗？你说话算数吗？你说不打他了，这不还打吗？
我算数算数，我以后再也不打了，行不？刘后天，你要还是个人，你就放我走。这样的日子我一天都不想过了。童花姐，这婚啊得离。花姐，服务员，我在这发誓，我以后再也不赌钱了，我也不喝酒了，我再也不动服务员一个手指头了，我好好过日子，行吗？服务员，人家根本不相信你说的。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服务员，我等你一句话。我以后再也不喝酒，再也不打人了。我要说了不算，我把这手剁了。你每次都这样，姐啊。开个证明吧，这个婚啊，我离定了。媳妇儿，你可不能走啊！你要走了，我以后就没法活了。媳妇儿，你不能走啊！媳妇儿，你要走了，我也不活了。媳妇儿啊，媳妇儿，我错了，真是。可怎么？老师说的头抬。哎，王大翠，你咋来了？王大翠，爷，这，谁家的？这不是前牛王老耿的闺女王大翠吗？师傅，过年好。哎，过年好，过年好，过年好。干啥来了？我听爹说后牛遭灾，过年吃不上饭，我嫌雷锋背了馍送给陈新玉和李秉恒同学。谢谢王大翠。不客气。哎呦，真是好孩子。哎呀，看看这妮儿，哎呀，这妮儿长得真俊呀，还知道学雷锋呢。咦，这馍，哎呀，这馍真大。我说宝印呀，你看看人家钱牛，人家这年过得叫个年，这人过得才像个人。你说说咱呢啊，你整天跟童花喊着要致富要致富的啊，整得咱们大过年的连馒头都吃不上，还得让人家钱牛的妮儿来。话多，话太多了。我说的都是实话。翠儿，听叔的话啊，咱们一起到童花婶家去过年，好不好呀？走，那咱们走。新月把作业本收拾了，咱到你童花婶家去过年去。你这大过年的，你不啥东西？你看有啥能拿拿点。好，我把这两瓶酒拿过去。走。哎，过年喽，过年喽。后田，后田，后田，你干嘛？干嘛？这大过年的你干嘛去啊？我出去有事儿。后田又怎么了？走开！后田，万贤啊，来坐。哎呀，快坐，坐下。这是要干啥呀？吃顿饭还得坐这个椅子。他爹，来，先喝口热水，暖和暖和。好好好。
这顿饭怎么吃的这么与众不同呢？哎呀，我也说这顿饭吃的这么有仪式感呢，原来在吃白面馍呀，是吧？他爹，嗯，你看，咱全村的麦子都被大水给冲了，家家都在吃糠咽菜，就咱家能吃上这白面馍，俺都是托了你的福了。用你那话说啊，这就是文化的力量。媳妇儿，你嫁给我是这一辈子做出的最正确的选择，跟着我的脚步前进，我们俩的爱情之路会走得非常的顺畅和甜蜜。是是是，下辈子俺还嫁给你。哎呀，你这句话让我产生了幸福的眩晕啊。好。哎，媳妇，等，不是吃白面馍吗？你拿红薯干什么？这白面总有吃完的一天，咱得省着点吃。你吃白面馍，俺吃红薯就行。哎，别！夫妻本是同林鸟，白面馍要一起咬；夫妻本是连理枝，白面馍要一起吃。这样，哎呀，给你块大的，来，这样。我先吃这红薯，吃完以后我再吃这块，中不中？中。嗯，挺好。媳妇儿，你的皮肤啊，本来就比别人的白，比别人的细。这个白面膜呢，你要多吃，那就更好看。俺呀，都是托了你的福了。这皮肤啊，比头发的还细。比后田媳妇的还白。哎，不过话说回来，这后田啊，成天都不在家，也不知道干点什么。媳妇一个人在家，吃不上喝不上，